那么我在接下来1分钟左右呢，我会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例行公事啊，就是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这个培训，系列的目的。那么，我们培训系列大家都知道，在加入杰斯这个大家庭里面，我们会有3个过程，从一开始从无到有的成型，到从小到大的成长，到成大从大到强的成功，这3个阶段是必经之路。那么，在成型呢，就是从新人到骨干，那么成长呢，就是从骨干到领导，那么成功呢，就是从领导到领袖。那么对应的我们的位阶呢，就是新人他进来就是新人，那么骨干呢，就是我们的星光蓝宝指引下啊，当骨干变成红宝石、绿宝石的时候，其实他们就已经经历了一个成长的过程啊。那么，当红宝石、绿宝石变成钻石、总裁级以上的话，那么他们就已经其实成功了啊。那么我们的目的呢，主要就是为了从新人到骨干这一个过程叫成型，那么就是让您从无到有这一个阶段。那么这个系列的课程呢，一共有6堂课。分别是心态、定心、定位、定目标、列名单、暖身、邀约。那么这3堂课，我已经在之前的3个礼拜跟大家一起分享了。那么今天呢，就是我们的 ABC 法则。然后呢，下面还有2堂课，就是会议的重要性以及我们的家庭聚会。那么第一堂和第二堂，我之前已经说过是调整您的心态，因为心态如果不对的话，做什么事情都不对。然后呢，第二和第三堂呢？第三和第四堂呢，也就是上周的列名单、暖身、邀约和今天这堂课呢，就是基本功。差不多今天这堂课讲完之后呢，如果您已经行动量够快，行动量够大的话，您应该已经是可以直接走到市场上去去寻找我们的新人，去签我们的新人了。那么下面的2堂课。就会是从单打独斗到聚力共赢，也就是我们要开始来做会议、做家庭聚会因为家庭聚会就是我们钻石的摇篮，所以这差不多就是我们这6堂课当中的内容以及他们的目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来看一下，就是很多伙伴都说 ABC， 那么到底什么是 ABC 啊？到底什么是 ABC？ 那么其实A 呢就是 advisors， 也就是我们借力的对象，我们的上级领导人。B 呢就是 bridge 呢我们说桥梁呢就是驾驶您的领导人和您的对象、目的的伙伴，您要在这当中做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那么 C 呢，就是我们的 customers， 也就是我们的沟通的对象，也就是我们的潜在客户。所以这个是我们的 ABC， 并不是说我们随口说 ABC 啊，甲乙丙啊，一二三，不是这样，是我们的 ABC 是有它各自的意义的。A 就是您借力的对象，然后呢 ，B 呢就是您自己 ，C 呢就是您要签单的，您要接近的一个对象，所以 A、B、C 我们是作为 B 去借 A 的力用在 C 的身上啊，所以我再说一遍，我们是 bridge， 我们是 B， 我们要借 A 的力去用在 C 的身上，这就是 A、B、C。那么在这里呢，我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既然我刚刚说到了 ABC， 那么很多伙伴他会问，那我加入杰斯差不多这么多时间，那么我到底是 B 呢，还是 A 呢，还是 C 呢？那么 C 呢肯定不会啊，因为 C 所谓的 C 就是我们的潜在客户，那么肯定您还没有加入杰斯，所以在这里面C 就不会在这一个过程里面。那么您会是谁呢？我给大家看一下。新人就是 B， 也就是说您一进来的话您就是 B。 那么我们的骨干小 A， 领导人是 A， 领袖就是大 A， 也就是说如果您刚刚加入杰斯的话，无论是骨干领导还是领袖无论他是星光蓝宝还是钻石总裁，您都可以去向他们借力，帮您去促成您的新人您的单。所以这一块的话大家要记住啊，就是B 是新人，其他的只要您是做事业的，您只要不是新人，那您都是 A， 您一定要给自己定位成一个 A， 也就是说最起码要是一个经营者。那么在这里呢，我也要问一下，
很多伙伴会问，为什么要用 ABC 法则？不是我们自己要去找人脉，自己花时间吗？为什么要用 ABC 法则？其实很简单，ABC 法则就是一个杠杆原理，就是一个撬动。那么怎么说呢？第一，有的伙伴刚刚加入，他实力呢还差那么一点，经验呢也不够，但是呢他满腔的热血。像这种情况，我们以前也说的，就是说不要把新人的积雪都打起来，但是没有任何基本功，他跑到战场上马上就是炮灰。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经验不足，实力不足。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实力和经验，都同时具备的一个他的上级领导人来给他做一个新人签单的这么一个动作。所以这是第一个需要 ABC 法则的。还有呢，就是这个 B 呢，其实他实力已经够了，他经验也已经够了，但是呢对方的收入能力地位包括工作都比自己高。比如说很多伙伴都会问，就是说你一定要来做这个事业，这个事业非常的好，杰斯的事业可以帮您既赚到钱又赚到闲。但是他自己其实也就加入杰斯一个月不到，那么新人就会问他说，那你赚到钱了吗？那么新人对吧就会问，你赚到钱了吗？其实这个我以前是有碰到过的，我让我做了一场噩梦的一个新人，他跟对方说，他说关键不是我赚不赚到钱，关键是要你赚到钱，这个是多么的苍白无力啊。所以像这个情况下，当对方的收入对方的地位都比他高的时候，他很难去说服对方，哪怕他自己其实实力是有的，经验也够的，但是这个时候他需要有一个人，有一个 A 来帮他。那么那个 A 呢，就应该比那个对象，那个想要讲的人，他的收入能力地位都要更高一筹啊。比如说那个人，所以这个时候有的人说那你说这个事业能够赚到钱，你有没有赚到钱？这个时候您就可以说 OK， 因为我也是刚刚加入杰斯这个大家庭，我目前还没有赚到足够的钱，因为我也刚刚加入，但是我有一个上级领导人，他已经是做到了财务自由、时间自由、健康自由所以我也是要像他一样，我也是把他作为我的目标所以这次我也会把他请过来，可以跟您一起我们来做一个简短的一个沟通。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要借到 A 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也要说一下，不单单是对方的收入能力地位这些社会背景，也可以是家庭背景。因为很多伙伴都会说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情况，就是当有一个年轻的没有小孩的一个女生，她呢要去她的这次的目标对象呢是一个有一个小孩甚至有两个小孩的一个妈妈对方就会说我没时间，然后那个女生说没关系，您可以利用您的碎片时间。那么这个时候对方那个妈妈就会说，你又没有小孩，你怎么知道我有没有碎片时间？这个时候您可以去找一个团队里面有三个小孩甚至有四个小孩的妈妈，成功的妈妈。因为我知道我们很多钻石就有里面就有三个小孩甚至于四个小孩的啊。就是说您就可以去把这些有很小孩比对方更多，但是呢已经很成功的这些妈妈也可以作为一个借力的对象，来告诉他 OK， 他的小孩比您还多，但是他利用了他的碎片时间，照样做到了财富自由、时间自由。所以这个时候也是一个借力的，不单单是对方的收入和能力，也是对方的一个家庭情况啊。然后呢，就是帮助新人顺利起步。什么意思呢？有可能这个新人呢，他自己去讲的话呢，50%左右的成功率，但是如果有一个 A 跟他一起去讲的话呢，就是有可能可以提升到80%甚至于90%啊。所以这个其实是帮新人顺利起步。还有呢，就是提高效率，让新人提高信心。因为有 A 在的话，他就会有信心。那么这个其实就像我们打篮球啊，打篮球你也会看到，主场和客场其实他们的赢球率是不一样的。就算是同样两支不同的球队，一个在主场打，一个在同样是两支相同的球队啊，两支一样的球队，一个在一方的主场，一个在一方的客场打，有可能他们的条件就不一样啊。所以其实就是提高效率。还有呢，就是新人可以通过 ABC 法则去看 A 是怎么讲人的，也就是说亦师亦友啊。您可以通过 ABC 这个法则当中 ，A 在跟 C 讲的时候，新人 B 就可以去学习，早日成为让自己成为 A。
还有呢，就是已经沟通过了，但是还有一些需要解决一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有可能自己没办法解决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通过 A 来做一个推手，帮你把它给推，把这个问题给推出来之后解决掉。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有一点就是有可能这个 B 呢，他一开始做的时候呢没有做好，所以就已经沟通到无法沟通了，没有东西可以沟通了。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借力去促单，因为现在就只剩促单。但是很多伙伴都知道，有时候这个就是一个感觉，做着做着已经没有东西讲了，其实就要走到下一步，去签单，但是好像还感觉没到。这个时候您就可以找 A 过来帮您一起利用 ABC 法则帮您去借力促单。所以呢，这个就是为什么要用 ABC 法则的原因。那么在这里呢，这张图片呢，我其实跟我们的钻石总裁领导人都有分享过，就是善用借子成就一生。那么借势、借智、借力啊，我其实，在杰斯大家庭里面，您这三个都要做到。借势就是您要看清趋势，因为我们是赢在未来，所以我们要借未来的这个趋势。那么恭喜您，您来到了杰斯大家庭，您借势已经借对了，因为您借了杰斯这个大平台，您不需您可以您可以几乎不需要，不像人家做麦当劳啊什么要加盟店，您还要付100万的加盟费，对吧？然后每个月还要给提成还要给做什么？这个不需要借势，您直接就已经抓到了这个趋势，抓到了未来，您选择了杰斯这个大平台。那么借智呢，也恭喜您，您来到了杰斯这个大平台，您可以跟不同的上级领导人去学习，向外学习，能够提高您的成功率，同时呢，也能够让您不停的去那个充电。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借力，那么我非常喜欢这一句话，就是没有完美的个人，只有完美的团队，小成功靠个人。大成功就要靠团队，是不是就是我们杰斯这个平台的写照，对吧？您之前单打独斗多厉害，在杰斯这个大平台还是需要合作，还是需要团队。您一定要借用您的团队，才能够取得您大成功。您可以看一下我们所有的钻石总裁领导人，包括我们的红宝石总裁、绿宝石总裁，他们的团队有多大，他们借了多少团队的力，所以成功需要一个字，就是借。那么 ABC 法则它的精华也就是借。那么下面呢，又要到我们的讲故事的时间了。很多伙伴都说很喜欢听故事，那么我呢其实也比较喜欢讲故事。大家都知道，这张图里面左边呢是小米，右边呢是我们的微信。大家都知道，其实这两个都是在国内来说都是两个巨头啊，小米的雷军和微信的马化腾这两个男人的故事。大家也知道啊，其实腾讯跟小米呢之前有一场战争，是什么战争呢？就是。是什么战争呢？就是我们的叫，微信战争。因为在之前呢，在之前这个战争呢，我要提出第三个男人，这就是三个男人之间的故事，就是我们的微信创始人张小龙啊，腾讯呢虽然是拥有微信，但是并没有创造了微信啊，真正的微信创始人是张小龙。那么我相信，比较喜欢看金融类的新闻的啊，包括比较喜欢看创业类的。比较喜欢看技术类的伙伴都知道，微信的创始人张小龙，张小龙他真的很厉害啊！他之前有一个叫 Foxmail，他的 Foxmail 在1997年做起来的。1997年在中国，大家都知道，家庭电脑都没有普及的情况下，张小龙所做的 Foxmail 有在全球有400万的用户。要知道，当时中国的网民都没有400万啊，但张小龙他就有一个400万用户的一个 Foxmail 的一个。一个拥有人了啊，所以呢，有一次呢，就是说，1998年的时候，那其实真的很早啊，张小龙呢就接到了雷军的电话，因为雷军呢也是一个技术宅出身，他也是一个技术人员，他呢想要用15万呢去购买张小龙的那个 Foxmail，但是呢，我们说就是说，有时候真的是你万事俱备，就差临一脚，当雷军要去签张小龙的时候呢，雷军下面有一个技术总监，他发现张小龙说的 Foxmail 其实也没有什么很突出的，就跟雷军说我们自己也可以做。然后呢，雷军呢就放弃了跟张小龙合作的这个机会。然后呢，就故事呢，就要发展到了2005年。2005年呢，张小龙呢就
被雷军就被我们的腾讯的总裁马化腾给招入了麾下。那么，在2011年，同时出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2011年小米推出了米聊，然后呢，腾讯呢就推出了，通过张小龙呢就做出了微信。那么米聊和微信当时打了几个月呢？当时打了差不多两个月，当时打了差不多两个月，小米的米聊就被腾讯给完全打趴，没有任何翻身的机会。那么大家都知道，腾讯拥有的微信现在在全球是有多少的量啊？它直接推动了中国从现金时代，从现金时代进入了。跨过了信用卡时代，进入了一个电子支付时代，跟支付宝一起啊。同时，大家也发现，因为微信的普及，有没有发现？像我的爷爷奶奶，他们都已经90岁了，他们也开始用手机了。为什么？因为也微信可以支付，他们也可以随时随地跟我通话，也不会出去买东西的时候，收到假钞这种。年人比较容易受到的这种危害，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微信对马化腾腾讯的这个意义，所以我只想说，马化腾是一个非常会借力的人，他借力借到了微信创始人张小龙帮他达成了现在的成功，所以大家也可以，但我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微信就是借力，其实就是一种能力，会借力的人才会得到大成功。如果一定要靠自己单打独斗，像雷军就是一个技术人才，虽然他现在也很成功，但是如果雷军他不是靠单打独斗，不是靠自主研，不是专入自主研发这一个死胡同，他也是会去借力张小龙的话，那有可能现在的微信，现在我们是用微信还是用米聊就很难说了啊，所以我们说一定要学会借力。那么好，既然我们说要学会借力，那么我们要去借谁的力，对吧？谁是 A？会议、活动、教育培训，它是一个很大的 A。我们的上级领导人、团队中的领导人也是 A。我们的公司产品、我们的辅销工具、我们的资料也是 A。我们的产品见证、事业见证。事业的成功见证其实就是我们的故事啊，我们自己的故事、别人的故事都可以是 A，但是呢，在这里呢，不要钻入一个死胡同，认为 A 就一定是一个人，其实正好恰恰相反，最大的 A 是会场。那么我想问一下大家，最大的 A 是谁？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最大的 A？最大的 A 其实就是公司啊，就是杰斯这个大平台，这就是我们最大的 A。其次呢，就是公司的活动，比如年会也是一个 A。当很多伙伴其实都有借过年会的力，他们会发现带一个新人来参加杰斯的年会，回去之后，哎，新人就火起来了，对吧？带一个潜在的客户来参加杰斯的年会，就发现，哎，年会还没结束，新人签单了，回去也开始火起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所以这个时候呢，您就会发现借会场的力啊，先借会场的力，然后再借上级领导人的力，不要钻入一个死胡同。A 就一定是一个人，其实 A 它是一个方方面面，它可以是看不到的会议，可以是看不到的一些公司的文化，我们的产品，包括某些人的故事，都可以成为您借力的对象。所以我再次说一遍，A 它是。会议，他是领导人，他是产品辅销工具资料，也可以是成功的故事。但是呢，在这里我们要知道，就是要先借会场的力。所以，如果有时候您发现您要找领导人来帮您讲 C，但是正好在这之前我们有探索杰斯的会议，那么我劝您先不要跟这个领导人沟通你先用通过我们的探索杰斯这些 OPP 的会议把这个新人给签掉，因为会场的力量其实是挺大的。然后呢，刚刚我说到 A 是借力的对象，那么 ABC 的主角是谁呢？很多人都觉得 ABC 的主角是 A，因为他来讲，但是 ABC 的主角到底是不是 A 呢？ABC 的主角不是 A，是 B 啊。做好 B 角色才是 ABC 的关键。我在这里呢要做一个比喻，就是如果说是放风筝的话，那么 B 就是当中那根线，当中那根线你做的太松，做的太紧，都有可能会影响这个风筝。
你下面的人拉的再怎么拉，您这根线没做好，风筝就会飞掉或者掉下来。然后呢，A、B、C 呢又像那根钓鱼的鱼线，如果那根鱼线没做好的话，钓鱼的人再厉害，那个鱼线有可能会崩掉，那个鱼就会逃走啊。所以呢，就是 A、B、C 做的最重要的就是那个 B 角色，大家一定要记住。也就是说，如果您是新人，您是 B 角色，您才是 A、B、C 的主角，不要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于 A，A 在 A、B、C 里面只是担任其中的一个角色，您才是这个导演。那么，既然说 B 角色是最关键的，那么我们看一下 B 角色在见面之前，在组织 A、B、C 之前，你要做什么呢？首先，我之前也跟大家说过了，您一定要跟 B 暖身嘛，对吧？你要找到 C 的需求，不然您连 C 的需求都不知道，那么您谈何 A、B、C 对吧？那么然后呢，要在 B 角色要在没见面之前呢，先要向 C 呢开始推崇 A。什么叫推崇 A？其实就是做广告嘛，要有意无意的去把 A 给提，要把 A 给提出来，告诉 C 我们的 A 是一个什么样的厉害的一个角色，对吧？能够见到 A，能够帮助到他什么？然后呢，就是我们的 B 角色，要向 A 提供 C 的所有的资料、背景介绍，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知己知彼嘛，A 也知道 B 的需求是什么，所以大家看到 B 要向 A 提供 C 的介绍和背景的时候，您一定要在之前做暖身，要知道 C 需要什么。然后呢，B 呢，也是一个筹划者，您要跟双方同时确定时间和地点。我经常看到有的 B 就是，甩手掌柜，他跟 A 说了之后，跟 A 说你来决定时间，我们来迎合。其实你不要给领导人添麻烦啊，您作为一个新人，你是 B，您要自己去确定对方的时间和地点，然后你要自己去筹划。那么还有呢，就是见面当中，刚才是见面前，那么下面就是见面当中。B 要注意什么？那么在这里的话，一般有可能就是一个咖啡厅啊，不要选择火锅店啊这种非常热闹的地方，选择一个比较安静的一个茶室啊，或者是一个咖啡厅。如果这里是一个进门处的话，那么这四张桌子，比如说里面有很多桌子第一我们首选的是哪张呢？有可能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建议大家选比较靠里面的。为什么？因为比较靠里面的就比较安静，不会有人打扰。啊，如果正好反方向有一个厕所的话，那么就比较靠当中的，不要受到太多的打扰的。那么在当我们选定了位置之后，您想一下 A 和 C 和 B 要怎么做，谁坐靠墙？靠墙是谁坐？大家有没有想过，靠墙是 A 坐啊，C 要坐在面对墙。其实也很简单，就是C 的话，尽量让他的注意力放在 A 身上，不要被 A 的背景。如果你想一下 A 和 C 的位置对调的话，C 除了看到 A，还会看到 A 后面的形形色色的走动的人啊，很容易去分散他的注意力。所以，A 坐着靠墙，然后呢，C 要面对墙。那么，A 和 C 的位置已经决定之后，B 要坐在哪里的？B 要跟 A 坐呢，还是 B 跟 C 坐？B 跟 C 一起坐啊，因为您今天的角色是陪同 C 来见 A，如果 B 这个时候跟 A 一起做的话，C 就会感觉自己被审问的感觉，这个感觉非常不好啊！您表面上您是要跟 C 站在一起来见 A，所以 B 一定要跟 C 要做到的一个作用就是 B 要跟 C 全程陪同。好，然后呢就是见面要如何做好 B 角色，那么这里呢我要说5个步骤非常重要，第一。B 带着 C 去找 A，B 带着 C 去找 A，不要因为 B 跟 A 比较熟，就 B 带着 A 去找 C，那么这个时候您推崇的顺序就不对了啊。我们是要推崇 A，不是推崇 C。所以呢，我要再一次说，就是 B 带着 C 去找 A，而不是 B 带着 A 去找 C。然后呢，第一个步骤，当 B 带着 O，带着 C 去找了 A 之后呢，B 要先向 C 去推崇 A，然后 B 向 C 推崇 A 之后呢，同样的也是我们要提高 A 的地位，要让 C 知道 A 的重要性。这个时候呢，B 呢也可以顺势的向 C 推崇 A 的同
式呢，也可以说，第一，A 呢，就是说您不要过量的推崇说，哇，这个 A 真的是千年难遇的一个领导人，其实也我们比较客观的去推崇，就说哦，A 他呢，第一呢，他就是说他的经验非常丰富，第二呢，他也非常乐于分享，同时 A 也在我们杰斯达平台做得非常的成功，所以而且呢，我们还要适量的做一个提醒，就是说平时。很难约到 A，今天非常幸运，我约到 A，要让 C 知道今天见到 A 这个机会是来之不易。然后呢，在说完之后呢，我们就要向 C 呢开始肯定，就是说，好，我声音大一点啊，很多黑 A 呢就要向 C。这个时候呢，就是 A 要向 C 肯定 B，就是当 B 向 C 推崇了 A 之后呢，A 就要向 C 肯定 B，因为我刚刚已经说过，讲新人是 B 去讲的啊，关键角色是 B 加入之后，新人 C 加入之后去带也是 B 要去带的，所以一定要让 A 去肯定 B，让 C 知道，您介绍您来的这个 B 是对的人啊，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是一个可靠的人，您跟对人了啊。这个情况，很多人说为什么一定要 A 去肯定 B 呢？B 自己不能肯定自己吗？当然，大家知道啊，自己肯定自己，特别是华人的文化是挺难做到的啊。所以这个时候，B 要向 C 肯，那个 A 要向 C 肯定 B，然后呢，就是 B 呢要向 A 介绍 C。这个时候呢，才是 B 向 A 介绍 C，就是B 要带着 C 呢去见 A，说哦，这是我们的这是我的小我们的新人小周啊，他正好呢对我们杰斯大家庭这个产品和事业都有兴趣。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向 C 介绍 A 了啊，然后呢就是结束后带着 B 要带着 C 离开，而不是说什么都不说就走。那么这五步。五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顺序千万不要乱。因为您哪怕做了同样事情，顺序一乱，如果您先向 A 介绍 C，然后再向 C 推崇 B 的话，推崇 A 的话，就会削弱 A 的作用。所以这里的话，我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会给大家一些时间，大家能够截一个屏，这个五个顺序，不管您是线下的面对面，还是在做 Zoom 的时候，您一定要严守这个。严守这个叫顺序。您在 Zoom 上面也是，您一定要在先要带着 C 呢，就是说在 Zoom 上面跟 A 先打招呼打招呼同时你要带着 C 一起去打，然后呢向 C 去推崇 A，然后才是 A 去肯定 B，然后呢再是 B 介绍 C 啊。这个其实因为是这个原因比较的拗口，但是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一张图片给截屏截下来。那么我们的 B 角色全程要点头微笑，要做挡箭牌，要会提好问题，记笔记复核。那么因为您知道，如果您记笔记的话，有可能会给 C 一种压力，就是哦，我一定要认真听，因为介绍我来的那个 B 他一直在记笔记，肯定是很重要的啊。然后您也要做到复核，所以 A、B、C 我再给大家几秒钟时间，您可以去。截一个屏，拍一张照片，其实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很多领导人都是这么走过来的。好，那么拍完照片之后呢，那我就走到下一页了啊。那么下面呢，就是说千万不要做下面几种 B。A、B、C 的成功不仅在于该做什么，更在于不该做什么。您要知道，有的时候 ABC 的失败很有可能不是因为您漏做什么，而是因为您做了不该做的。那么在这里呢，下面我跟大家说的，我要先跟大家提醒一下，我跟大家下面说的几个例子，没有一个是虚构的，全部都是来自实例。大家也不要觉得我今天一如在跟你们讲段子啊，放飞自我了，其实不是的啊。当我们在做 B 的时候，我们在 A、B、C 的过程当中，大家想一下有什么我们是不该做的啊？下面有可能会让您觉得比较好笑，但是我跟您保证，每一个例子都是我亲身体验或者是领导人告诉我的啊。好，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不要做反推崇 B。那么什么叫反推崇 B 呢？为了签单。
对 C 毫无底线的推崇，近乎崇拜，结果呢就削弱了 A 的作用。举个例子啊，我有碰到过的，我们的 A 呢，其实呢是我在，因为我是上海人嘛啊，我们的 A 呢，他是在上海，其实复旦大学毕业，真的挺厉害的啊，他是复旦大学毕业的，而且呢他还在校内发表过论文。那么这个 A 呢，他是一个高材生，当时呢我就看到一个 B 带着 C 去见 A 的时候，他直接就跟 A 推崇 C， 他是当他跟 C 说，哦，我们的 A 是上海复旦大学毕业的，其实复旦大学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学。然后呢，他那个 B 呢，马上就跟 A 说，我们的 C 是那个北大毕业的，我们的 C 是北大的高材生。然后呢，他又说我们的 A 呢，他也在学校里面发表过论文，马上啪一下又转过来说我们的 C 呢，也在我们的这个新人呢，他也在杂志上面发表过他的论文，他是一个高材生，而且呢，他还在美国的那个常青藤大学里面也发表过论文，也做过研究。这个时候，您觉得如果您是这样的 B， 您做了这个事情之后，您想一下 A 是什么想法？您觉得这个 A、B、C 还做得起来吗？啊，如果我是 A 的话，有可能我当时的表情就是这样的表情。但是表情是这样，有可能如果我是 A 的话啊，我当时因为我在现场，我是 A 的话，我当时的心情，我真的就是这个图片里面的心情了啊。这个图片一点都不夸张啊，我只是希望能够增加一下大家的视觉感，视觉感觉能够记住啊，印象深一点。第一，不要做反推崇 B， 您推崇的就是 A 啊，不要去推崇 C。第二呢，就是不要做叛徒 B 啊，这个呢其实跟刚刚是差不多的。当 C 对 A 所说的表示怀疑或者不认可的时候，那个 B 马上就倒转枪头，开始帮 C 说话，甚至于会说 A 的坏话。我有碰到过啊，我有碰到过，是谁跟我说的呢？是那个 C 跟我说的。他说那个 B 呢，当时 A 呢就是跟 C 说，你要买这个产品，你这个产品你需要的啊，你这个而且呢，我们这个事业呢，其实也是很靠谱的。然后呢 ，B 呢就有那个 C 呢，新人 C 呢就有一点怀疑。然后这个时候呢，怀疑之后呢，会议结束之后，那个 B 呢马上就跟 C 说，他说啊，我跟你说啊，其实。当时 A 啊，我刚刚加入这个大平台的时候，我 A 也是这样跟我说，他也在骗我，也让我买这个产品，买那个产品，也跟我说这个会赚到钱的。然后呢，直接就把 C 的那个积极性给打下去了。所以千万不要做叛徒 B 啊！你们一定要知道，如果您推崇 A， 那么 C 今后也会推崇您；如果您说 A 的坏话，今后C 也会说您的坏话，这个是复制，很容易复制的。不要做叛徒 B 啊，我们该去推崇谁就要去推崇谁，千万不要去做那个叛徒 B 啊。同样的，这两张照片视觉，我希望今天我这个培训讲完之后，你做 B 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两张照片深深的印在你的脑海里啊。然后呢，就是不要做纠察 B。就是 A 呢，有可能知道我们的领导人有时候也比较忙，他有时候讲课的时候，有可能在讲那个 A、B、C 的时候，他有可能讲出一些小细节。我举个例子，我有碰到过，比如说他说我们的杰斯是在2010年的9月9号晚上9点开幕的啊，这个时候 B 马上就会打断他说啊，不对啊，领导人啊，你这个说错了，我们不是2010年，我们是2009年啊，然后呢，我们说啊，我们其实是在这个 DSM 这个排名里面呢，我们是排名第14位，然后他马上说，哎，不对啊，领导人，这个是13位，您觉得如果您当场做纠察 B 啊，您不给领导人留任何面子，您觉得这个A、B、C 还能够讲得下去吗？这个 A 的作用，他您觉得他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啊？他有可能当时对您的表情就是左下角这个容嬷嬷的表情，他其实心里真的就是像扎针这样，他心里就是这样的这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啊。然后呢，就是不要做热情 B。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亲身体验的啊，就是 A 跟 C 聊的最进入状态的时候，就差不多已经聊到最好的状态，很可能马上就要进入签单状态的时候，突然 B 呢就打断 A 说：“哎，你要不要喝口水啊？啊，你要不要吃个水果啊？啊，这个我是真的，我是真的就是说是。”
我是在现场里面，我感觉就整个节奏都被打断了啊。这个时候你也可以想一下 A 是什么心情，就是您做 B 的时候呢，您要会察言观色啊，不要太热情。如果您要准备水果的话，您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可以准备一下，不要突然打断 A 啊，特别是在这种最进入状态的时候。然后呢，就是不要做抢进 B。那么这个呢，主要是出现在现在这个情况，疫情当下啊，我们做那个Zoom 会议的时候，我们做 Zoom 的会议的时候，A 跟 C 也是的，聊到最进入状态的时候，突然镜头里面那个 B 跑开了，而且还发出很大的响声，或者说有的家里有宠物的，抱起来撸撸狗，对吧？那个抱抱猫、抱抱狗，对吧？然后撸撸猫，然后弄得 C 不知道是该看您还是看。看 A 啊，这个时候就会有一种抢镜的感觉，因为在 Zoom 里面很容易被抢镜。我相信大家都有Zoom 会议上面大家都有这种经验的啊，很容易被抢镜。所以呢，在 Zoom 的镜头里面，您就端端正正的坐在镜头里面，就是刚刚我说的点头微笑、复合、做挡箭牌啊。然后呢，不要做失踪 B。失踪 B 呢，我没有碰到过，但是有一个双钻领导人跟我说，他说，就是把 C 介绍给 A 之后呢，他全程失踪了，然后就留下了不知状态的 A 和不知所措的 C。您做 B 角色，您是要全程陪同，不是说当中消失的。那个双钻领导人跟我说，当时他的一个团队伙伴介绍一个潜在新人给他的时候，一介绍完，那个人就跑掉了。然后呢，没办法，他就很尴尬，去跟那个新人谈。然后谈着谈着呢，谈完之后呢，就发现，一个小时之后，那个 B 回来了，那个他的团队新人回来了。回来之后呢，发现大汗淋漓，头上那个脖子上还挂了一条毛巾，他去跑步去了。他把 A 介绍完 C 之后，他的 B 角色就认为结束了，他就全程失踪。所以千万不要做失踪 B 一定要全程陪同，因为这个时候您其实 B 的作用非常的关键，非常的作用，非常的重要，不要做失踪 B。还有呢，就是在 Zoom 里面，我们不要做黑屏 B。这个感觉也很怪的，就是当您把 C 介绍给 A 的时候，您想一下，屏幕里面只有三个人，屏幕里面只有三个人，然后您作为 B，您全程黑屏，就是 A 和 C 在讲，A 和 C 在讲的时候，也不知道您 B 有没有在看他，有没有在听他，感觉就是一个幽灵，这个感觉非常的不好啊！把镜头打开，全程的坐在镜头前面啊，全程的坐在镜头前面，然后全程的去观察 C 啊，然后去聆听 A，所以千万不要做黑屏 B，因为你要知道，在 Zoom 里面，特别是在三个人的 Zoom 会议里面，黑屏就是一个幽灵，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然后呢，这个非常搞笑的啊，就是不要做复读机 B，这个是我亲身体验的。当 C 提出一个比较尖锐的负面的问题的时候，原封不动的转给 A，我碰到过的，当时呢，C 呢，一个新人啊，一个新人，然后呢，一个潜在新人，然后呢，一个是 B，还有呢就是他的领导人。当潜在新人他说："哦，我听说了，你们杰斯平台如果是这么做的话，那跟外面的传销跟那个拉人头有什么区别啊？"然后那个 B 马上就说："哎，领导人，他说我们是拉人头，我们是传销，哎，这个你来回答一下，你觉得你这个做的对不对？"你做 B 的作用是做复读机吗？不是复读机啊。所以刚刚我说，刚刚大家有看到我写过两个字叫挡箭，我们要做一个挡箭牌。什么叫挡箭牌？我们要转换一下 C 提问的问题，要用一个比较柔和的方式去让 A 来回答。这样的话，A 会有一个比较容易的一个切入点。比如说刚刚 C 他说："那你这样说的话，你们跟传销、你们跟拉人头有什么区别？"如果我是 B 的话，我会说："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马上会把问题传给 A，传给我的领导人。我说，其实刚刚我们的这位新人提的问题，您还记得吗？我刚刚加入的时候，我也提过同样的问题，对吧？就是说，我们杰斯的大平台，我们杰斯这个平台跟外面的那些跟外面的那些所谓的传销啊什么是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特点，有什么优点，您可以给他说一下吗？您直接就让对方的一个负面的问题，
转换成让 A 去阐述我们杰斯平台、杰斯大家庭这个优点的这一个角度切入。所以这个的话其实是一个话术啊，作为这里的话，B 您千万不要做复读机，您一定要学会转化问题，把尖锐的问题、负面的问题转换成一个正面的问题之后，然后让 A 去回答，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做滑滑 B 啊，什么叫滑滑 B？现在手机都是触屏的嘛？啊，我有看到过，就是 A 跟 C 在全程谈单的时候啊，那个 B 啊就一停的不直的在滑手机，一个小时就一直看着手机，然后另外一个手指就在滑滑滑滑滑，就一直在那儿滑，给我的感觉非常不好。就是怎么说呢？B 的角色真的非常重要。您失踪也不好，对吧？您太热情也不好，您太沉默也不好，您太滑滑也不好。所以不要做滑滑 B 啊。当您这也是尊重对方、尊重 C 的同时，也是尊重 A。所以我会建议，如果您开始做 ABC，进入 ABC 会议的时候，把您的手机放到您手不会触碰到的地方，甚至于不会在你的视线之内，全程不要去碰手机啊！所以不要做滑滑 B。还有呢，就是不要做抢救 B。什么叫抢救 B？B 呢自己一个人呢，想做一对一，但是呢没做好，把 A 给谈死了。比如说之前我说的男生邀约，他没做好，A 呢已经不可能，已经对我们没有兴趣了，已经谈死了。然后呢，他就背着那个僵尸 C 呢去找 A 来抢救。这个时候呢，我就说了啊，我一直说这个就不是 ABC，这个你是让 A 在做 ICU 啊，你不要把 ABC 做成 ICU。你如果自己已经谈死了，那么我觉得有可能就时间已经不对，地点也时间已经不对，时机也不对。那么还是我之前一直说的那句话：“中华儿女千千万啊，这个不行，我们就马上换啊！不要背着一个已经被你弹成僵尸的 C 去找 A 抢救。这个时候的话，他是带着戒心来的。A 再去讲的话，只会削弱 A 的作用。不要这么做啊！如果您不小心把 A 弹死了，没关系，我们再找下一个。”好，然后呢，这个呢，是我看到过的，然后呢，也是我怎么说呢，最痛恨的就是不要做前功尽弃 B 啊。当 A 跟 C 谈得很好，快要签单了啊，A 当时建议一个大套装，因为这个大套装的话，你们都知道，对推荐人也好，对这个购买者也好，为什么套装越大，它的折扣就越大，对吧？同时，他体验产品的机会就越多啊，对那个推荐人来说，也能够拿到更多的旅游积分，也能够拿到更多的推荐奖金啊。这个时候呢，B 反而跑出来说：“哎，我们要不要再考虑一下？”碰到过吗？啊，这个我每次看到这个，我真的就那根针就想扎下去了啊！真的是太气人了。我作为一个旁观者，那个我既不是购买者，我也不是推荐者，那个奖金也不会到我这边，但是我当时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觉。感觉就是被打了一个耳光啊！A 跟 C 谈得这么好，而且是一快要谈的一个大套装，竟然 B 跑出来说要不要买一个小一点套装，或者说要不要让C 回去考虑一下？千万不要做前功尽弃 B 啊！A 跟 C 如果谈得好，快要签单，马上就我们马上就要顺水推舟，把这个过程进行下去啊！千万不要前功尽弃，这个时候您要做的就是。这个时候你要做的就沉默，然后做一个推手，把这个过程给推到最后啊。所以这几个 B 千万不要做。那么我再把这3张照片放出来。第一，你不要做什么；第二，如果你做了，你想一下，您领导人心里是想什么的，您领导人的表情会是什么样的？这3张照片，我希望你能够深深的印在你的脑海里。当你做 B 角色的时候，你想一下你要做的。之前，您的领导人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或者会不会有这样的这种表情啊？虽然说有点夸张，但是我可以告诉您，我经历的这些，我经历的刚刚的这些实例当中，我真的是有那种就是想掐自己大腿的感觉啊，真的。好，那么刚刚我们说了不要做什么，那么我们下面再来说，在见面之后必要做什么，这是一个总结了啊。
B 呢，首先要与 A 来汇报啊，总结得与失，就是这次 APC 的话，我们得到了什么，对吧？有可能因为我自己没做好，我没有做好什么。如果 A 说，如果 B 的话会说，哦，您刚刚，您作为 A 的话，您刚刚说这个有可能不合适，但是不是您的问题，是我自己没有跟您沟通好，我应该提前让你知道 A 对这一方面有可能不是很感兴趣，所以是我自己没沟通好，所以这个时候会后 B 要做一个跟 A 要汇报一下自己的得与失，要总结。然后呢，如果 C 签单了，那么首先我恭喜您啊，恭喜您签单。那么签单之后呢，也不是说 B 就结束了，您要做之后的服务跟进。可以做什么呢？就是它下面的我们的智能购物，也就是自动订货，它有没有订啊？对吧？啊，产品的效果，对吧？我们产品差不多用了一个多礼拜、2个礼拜之后啊，它有没有一些什么身体的一些好转反应啊？对吧？比如说用了我们的 AMPM 之后啊，它有没有就是说有一些身体上的改变啊？对吧？这个我们经常会问的啊，比如说小便有没有变黄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可以跟进去做的。同时呢，就是说通过我们的一些促销的产品啊，可以去让C 呢，让签单的 C 呢去体验到更多的他之前没有购买的产品，之后呢可以去upgrade，可以去升级他的每月的自动订货啊。所以这个的话呢，就是非常的重要，然后呢，就是我们的那个 B 要做总结笔记啊，一定要总结笔记。为什么？我之前也说过，如果没有签单，或者说如果没有签到人，那么你一定要得到经验。总结笔记就是您总结您的经验。好，那么在结束之前呢，我还要再给大家做一个 ABC 的一个完美的一个结尾。什么叫完美的结尾？A 要把光环还给 B，就是不要留直接的联系方式，因为你们也知道，有的 C 呢比较积极，他发现 A 的确比在现阶段啊，A 的确比 B 成功的情况下呢，有的 C 呢会心思比较活络，他说他会想我要不要拿到 A 的联系方式，跳过 B 直接跑到 A 下面。那么这个首先也知道，团队里面这个是不会去这么做的，是不屑也是这么做的话是被不耻的啊，所以呢，A 这个时候呢要把光环呢会还给 B，所以 A 呢也不要去留联系方式。如果 C 一定要缠着 A 留联系方式，您就说我的联系方式就是 B 啊，这个一定要斩钉截铁。那么如果呢 B 对 C 呢，正好这个时候呢，比如说有我们的探索杰斯啊，有我们的杰斯大学啊这类活动的邀请的时候呢，A 也要帮助 B 去一起推一下啊，有可能 B 有可能。B 的作用，B 推的作用，一个人推不如两个人推，B 推不如 A 和 B 一起推。然后呢，就是刚刚我说的 B 送走 C 之后呢，要与 A 做总结沟通。还有呢，就是B 呢也要把 A 对 C 的好感要赞美，一定要传递给 C，这个其实非常的重要。之前我也说过，上节课被人赞美都是开心的。当C 听到A 和 B 同时两个人肯定自己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哦，这个事业我能够做啊，这个事业是靠谱的，我做是靠谱的。因为单单 B 去讲 C 的时候，他会觉得我会不会有他的信心不一定会很高，但是当 B 把 A 对 C 的好感也传递给 C 的时候，可以让 C 知道哦，我一定会可以成功，我也可以成功。所以这是 ABC 完美结尾的4个步骤。那么刚刚我说 ABC，我说借力是很重要，但是作为 B 的新人啊，您不要老是，因为我之前有碰到过一次啊，我之前有一次在做培训的时候，这个是在现场的培训，有一个伙伴啊，其实他差不多已经是星光蓝宝级别了一个伙伴啊，我说如果讲不进人怎么办啊，对吧？他竟然跟我说 ABC 啊，我说你加入公司已经这么长时间，你已经是星光蓝宝，你还要 A，你还要 B 呀，对吧？早就要变成 A 了啊，所以 B 只是一个阶段，不会是您的目标啊。B 只是一个阶段，不会是您的目标。B 要尽快转型成 A。那么，当您变成 A，不管是小 A、A 还是大 A，您下面要做的就是去发展更多的 B，同时您也要开始担任起 ABC 的这个 A 角色，去帮助 B 有更多的潜在新人加入您的团队，这样您的团队才会越来越多。那么下个礼拜呢，我就会就团队如何去开始发展您的团队，如何去
开始经营一个团队，我会跟您说会议的重要性。那么今天呢，这个培训呢，就差不多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我再一次呢，就是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就是 A、B、C 最重要的角色就是 B 角色。那么 B 角色最重要的就是不止您要做什么，您更要知道自己不要去做什么啊。所以 B 角色很明显的一个要做，一个不要做，这两个千万要记住啊。因为B 角色真的一个小小的举措就会关系到这个 ABC 整个过程的这个成败。所以非常感谢大家。那么我们下一周周四的同样的大中华时间是周五啊，上午同样的时间，我会跟大家进入我们六堂课的第三个板块，就是如何开始去去打造团队，去带领团队，就是我们的会议的重要性。那么非常感谢大家，感恩大家能够把这一个小时的时间给到我。那么再一次祝北美的伙伴呢，祝你们有一个愉快的夜晚啊。那么在大中华区的伙伴呢，也祝你们周末愉快。那么大家都知道，现在呢，我们已经有那个全球的那个，就是全球的我们叫 Team Up，应该叫创业高峰那个活动吧？就是零售推荐奖金的活动。那么希望我之前的几堂课呢，能够帮助到您去讲到更多的新人，能够让能够有更多的新人伙伴加入，同时呢，也能够让更多的那些新人拿到更多的推荐奖金，能够给他们更多的信心，帮助他们把自己的事业做起来的同时，也能够帮助您把自己的团队给带起来。那么再一次非常感谢大家。那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